对，刚好我们对David 老师，他是收藏非常厉害的。小鱼超市的，这说的这个。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刚从德州回来是吧？是，我是旧金山洛杉矶往返的那种司机。哦，挺好，挺好。把他从湾区带过来的。对呀，我看到你好像在湾区那个。刚回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咱们走吧，你就走了。我们一大早就来了。哦，好像也看过他的视频。对，西泽，对，投资房产，对。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。好，等会聊啊。好。对。